宵夜，吃宵夜。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牛肉面、牛肉汤，还有烘那个这个灶肉饭，非常好吃。刚才试了，我今天晚上呢，这个晚饭宵夜一起吃啊，吃得我肚子胀得很厉害。啊，我们现在呢来到这里啊，哇，我刚才吃了一碗那个牛肉面，大大碗的牛肉面才80块钱，里边那个这个牛肉啊，其实是牛腩，非常的充足，分量非常充足，而且又很好吃。老板，你这样做会亏钱的，八十块钱又大碗又分量又充足，又好吃，这样的话呢，我都不知道你能赚什么钱，很薄利。好在你这里，你说租金没那么贵，你租金贵的话，我相信你是经营不下去。如果租金太贵的话，没办法。是啊，好在租金便宜，都是自己一家人做，没请人。一碗赚10块20块多，加起来还可以的，一个月差不多5-6万块可以。5-6万，一家人。没有，一个人的。哦，你一个人，哦，那还好。哎，三个人嘛，差不多1-20万的。哦，有啊。哦，那很不错啊，因为我们生意还好。对，你说晚上有时候啊做忙啊什么，那么也不错。那这样的话还可以，不过呢就是晚上也通宵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早就收摊了。通宵比较辛苦，啊、通宵比较辛苦。我看你这里啊，刚才我吃了那个，其实牛腩面啦，应该叫牛腩吧，牛腩面啦。然后你这里还有刚才请了我吃那个肉燥饭，对，肉燥饭非常香，非常香。然后你说还有什么？你这里肉燥饭、牛腩面，非常的受欢迎。你说吗？台中啊，台北啊，到处来这里停留的朋友都会跑到你这里来吃，啊，他们会介绍，他们会介绍朋友，你台南去，你去哪家吃这样，互相介绍，那口碑，那去网络那边吃的就不一样了，对，你的有口碑，人家才会帮你介绍啊，是不是？啊、那你说这个汤是什么汤？说很好喝，这个汤，这个就是要。牛肉汤，清汤。嗯，你要金黄色 那个肉放下去以后，等一下会变黑的。肉放下去会变黑。因为什么？肉是新鲜的啊，有带血嘛，有血，那个血下去煮开了，之后出来就变黑色了，不是说很黑了，还是有点红的。哦，这样。所以牛肉汤在变，你如果舀起来肉还没有放进去，就已经变，变颜色很重的那种，稍微有点带黑带黄的那种。对，那个就是说谎。你说你这个店已经开了十几年？十六年了，哇，这个也是老店啊，老牌啊。这个你这个心得啊，你做东西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吃呢？用心做啊，用心做，要顾啊，那比例啊，怎么都要，慢慢熬啊。那要调教，你要再把它调到一个最好的味道，然后就固定了，是这样哦。对啊。我看到你有芥蓝炒牛肉才100块钱，芥蓝炒牛肉才100块钱。那不值的，我们这边很便宜的。啊。这个炒菜才100块钱，哇！我在想，明天如果有在的话，我还是要来跑你来这里吃晚吃午餐，来这里吃午餐，叫个芥蓝炒牛肉，然后叫个汤，哇！这个牛肉汤来个就对对对，或者对，会回味的，回去以后一定会回味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呢，晚上啊，11点以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吃了哦，这一块。我们这里是台南的什么地方？海淀路啊，安南区啊。安南区。台南有分东北、南西嘛。对。哦，
东西南北都有啊。是。东是东西那边嘛。哎。我们这边是安南六安区嘛。安南区啊。然后西这是市中心那边。安南区什么路啊？在海淀路啊。海淀路。海淀路。海淀路。那个是咸水溪桥。嗯。就在这200公尺而已。哦，那就主要你是做晚上宵夜。晚餐没办法做了，晚餐做的话就24小时啦。对，晚餐的没人做了。而且哦，你晚餐做的话，大家都出来做生意啊、哦。是是。人家开车了，没地方放。没地方放，那你就做宵夜才有地方放。现在来，你看到处都有车，车况。到处都有地方放，任你放。对啊，所以的话来啊。我就跟人家不一样、啊、来这里吃宵夜不怕没吃停、啊、没地方停车、啊、不怕没地方停车有地方吃、啊、对，那你是11点到第二天的11点，我们8点就要来了。哇，要来熬汤。但是真正有的吃的话呢要11点，11点以后晚上11点到隔天中午1点。对，哦，这个时间段那大家就有时候11点就没有了，就卖光了。你说到中午11点就没有了？有时候10点就没有了。有时候到早上10点就没有。哎，哇，不一定。那要先打电话来问你。哎，真的啊，要吃的话，先打电话过来问你。你这边电话是多少啊？我这边有啊。有没有？那个名片，我名片。啊、哦，记不记得啊？号码。啊，我们这个，叫陈家牛肉清汤红烧牛肉面，陈家联系电话在这里啊，大家看到了，还有那个0932714122，七一四一二二，0932714122，还有0972335251。在台南市海田路一段35至37号。好，我这边还有一种、就是哎、还有什么秘密武器？还有一种就是什么、啊、就是牛肉烩饭。牛肉烩饭你要吃10碗、就是、哦，在这里牛肉烩饭要一碗煮哦、啊、不是说整锅起来这样淋而已、哎、你要吃一碗就是一次煮一碗，要10碗也是要煮10次。哦，不是像快餐那样煮好在那里。对对对，然后像淋上去。炒菜一样，我不是那种。你像炒菜一样，像炒菜。因为我这个是生肉哦，没有办法，煮锅起来。哦，你是生肉煮，所以的话呢是，每叫一份做一份。对对对。不会做，不会做好再放在那里，不会做好放在那里。啊、哦，有生意了。好了，来有生意来，哎，有生意啦。好，那我们这条片的介绍到这里为止啦。哎，还我们看到这里啊，牛之陶虎仔镇名贵生新鲜牛肉，房检局虎仔卫生合格有合格证，这边还有特色美食卫生首选。良优良 GHP Good 台南的陈家牛肉汤，好，我们看看它有什么，这里有好多好几种啊，好几种菜式，大家供大家选择。价钱非常适中，甚至可以说便宜。好，那我们这条片的介绍到这里为止啦，谢谢收看，谢谢。生意兴隆啊，老板，生意兴隆。再吃一块这个。啊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牛。这不就是牛筋牛腩吗？我之前不是吃过了吗？牛腩？不是那种。不同。哦。牛腩清汤的。嗯。出血里面都有味道的。嗯。哦。嗯。很好吃哦。嗯，很棒。
非常好吃，非常香。陈家牛肉汤，专吃宵夜的。